也一直听说谢老师和他的团队特别的优秀，我说这次不管咋样，就哪管我一直在旁边坐着，我也一定要来看一看，一定要来学。我呢来到这儿就是为了来寻找自己的，因为呢以前就是啊，谢老师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，我也挺高兴的。然后不光是对对对对，首先要 yes and， 然后一个一个指令去下，这个是我啊。于是让我们每一个人相互的包容，相互的谦让，又。跟谢老师交流学到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学会去转变一下思维方式。嗯，我也可以排剧了，谢谢老师。但是老师给他一个指令，让他自己揣摩你应该是一个你想是一个什么角色，然后这个角色他又体会到了团队啊、团队的重要性，又提到了新鲜，我觉得很新鲜，让我了解了什么是即兴剧，我以前从来没听过这个词儿的。这个很有意思，所以呢，对于我回去管理学校呀，或者我们的声乐老师去教孩子的一些东西，我就完全能看懂了。我也能，让我觉得我往后的生活，我应该可以更加丰富、精彩，更加有意义一些，而且也更加有社会责任感一些。然后也真的是，我终于突破了一下自己。我收获最大的就是那个心灵治愈的部分，